Q 是什么意思？ Q 是一种提示讯号，具体是一个被指定的讯号、动作、手势，或者是一句台词，用来提示演员或者技术人员做某一动作的准备。作为网络词的该词是一个英语单词，其意思是提示，给某人暗示、线索，经常被用于综艺节目当中，用法通常是突然被 Q 到，谁谁谁被 Q 到，其含义一般是指点请对方接话，表演交接转换的意思。该词的用法直接是从英文单词 Q 的含义和用法演变而来。至于作为网络词的盛行，完全是取决于近几年综艺节目的盛行，让原本节目里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词作为网络梗被大家传播开来。该词走红之后，比较常见的还是作为饭圈用语被大家使用。除此之外，作为日常网络语的使用，就是被点名、被点到的意思。